Hello， 朋友，今天我要跟你说怎么样歪那个我的那个 parrot 跟那个peacock， 他们早上我还没有去我的 jogging 的时候，我去跑的时候，我喂他们那个东西吃，一个是用那个鸡那个的蛋啊给他们吃。还有他们喜欢吃那个面包肉地啊，他要 expire 了，我给他们吃，他们喜欢，他们好像人这样咯，他们喜欢吃，每次不要吃同样的东西咯，他们那香蕉也他们吃，给我的 parrot 那个莲仔跟我们的 peacock 也是吃那个香蕉，你看他们给他们小小粒的那个香蕉咯，他们喜欢吃。还有那个peacock 嘞，他也喜欢吃。通通的那个 peacock 跟 peahen， 他们喜欢吃那个香蕉。这个嘞 ，Adele 嘞很坏蛋的，他每一次要爬上那个屋上，把他早上他会下来的。这个是虫。给那个阿罗瓦纳吃，这个阿罗瓦纳吃嘞，他也吃那个 cricket 啦，小的鱼啊，我用那个虫哦，给我的那个 peacock 啊，给他们吃，他们喜欢，我用那个那个蓝色那个洞哦，我做一个身我打那个身哦，他们喂对我回去他们的家里哦，你看他们跟着我回他们的cage， 等一下我放在他们的那个吃的东西他们自己进去咯，很容易罢了，你做一个声哦，他们知道这个声咧，他们听到他们知道要回家的，因为有东西吃这个是你怎么样可以顾他们哦，他们会出去，他们会回来的，很容易罢了。谢谢，stay safe everyone。